子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个是我在这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做的第一件作品。这件作品呢，反映的是开国大典，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看一些这个前辈艺术家画了好多这个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的画作，也有雕塑，就觉得哎呀，这些人真厉害，能把毛主席画得那么像，做得那么逼真，非常羡慕。当这个任务交给我做的时候，我内心就非常激动，觉得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形象，一定要非常严肃地把它完成好。这件作品呢，从开始做到最后上墙，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用这个已有的一些照片资料作为它的一个素材基础，然后在处理上呢，是采取了一个薄浮雕的一个表现方式。整个这个浮雕啊，它在中华世纪坛的中间中心的圆厅里头，每次看到了这件作品，我心里依然是激动。